见过将军和夫人，圣上得此番邦贡酒，特差老奴赐予将军和夫人。王爷请放心，宫中的值班记录不是谁想查就能查得到的。刘海内奸这般恪尽职守，那是自然。老奴还要替圣上去将军府赐酒，就先告辞了。 将军，酒也喝完了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 他应当是记得的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先回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告诉他，这3年来。
没人能受得了这迎春谷。十七啊，你还得谢谢我。哎呦，韩莲姐，韩莲姐，你没事吗？玉酒，玉酒啊，玉酒洒了可是要杀头的呀！韩莲姐，请啊，马上就请，马上就请。韩莲姐，玉酒也只是酒，咱车上还有半瓶花挑，倒进去谁也不知道。好，快去啊！哎呀。